哦，真的会吃哎、欸！哇，真的会吃哎、欸！拖这个来都刺葱油。丢啊！丢啊！呢，大只哎！丢啊！丢啊！呢，大只哎！哇！呼！你人爱过来，你用碗里当着一点粗的。啊，土里哦。嗯。对啊，就他拄啊迄只。啊，登记。山上有啦，你用几号？三号。三号上有啦，哦。哦，看我呀。你用碗鱼啊，用三号。
钓鱼啊，是钓鱼啊。钓鱼啊？嗯。尖沙。尖沙这里。真的假？真的啊。你今晚搞尖沙了呀？系啊。那好残忍呐、哦！啊？哦，哎、欸，真的会吃哎、欸！哇、哦，真的会吃哎、欸！凶的凶的，加油！好了好了，昂德哦，出爪出爪！九班呐、啊！哇，挨打挨打挨打！挨打挨打啦！应该挨打，你那个没有国旗高啊？一五啦，有大高啊，六大高嘞、啊！有啊有啊。我啊！但是迄六九呢，我有打吗？会啊。我来打。等下拆掉啊，拆掉。十班。我就跟你讲打老。你好对不？班呐，卖个讲。你几笑的？哎呀，等下有二十米，十二米有够无？够无？无够。啊，无够，科老底无够啦。十二米啊！对对，科老底无够。等等等等，卖平安哦，平安，我开始做生意。你贴搞我，胡头我贴着。哇，这买就够本啊！哇，单只贵啦。你卖二十块。没有乱搞啦，谁跟你讲乱搞？没有啦，要乱搞他会中啦。哇，靠腰，好大。你讲的，我就是惊伊袂过咩？卡你个迄个卡。对啦，袂过啦。我变，我变，我变，我变。哇，扑袂个。哦，大棒。无多啦，但我迄空都袂过咩？无啦，你爱搞着来哦。哎呀，你头前几号？咱两个慢慢来哦。升国旗啦，会啦会啦。慢慢来，咱两个慢慢来。无啦，升国旗啊。嘿啦，我来啦，我来啦，我来。用大高的刷机油。无啦，我用大高的刷机油啦。哎呦哎呦，靠腰啦！惨叫，真的发生惨剧了。哇！啊啊！一切都是命，看开就好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哎！哎！哎，怎么讲了？你搞着你线了？啊，对啦，我搞着我的线吧。搞着你耍，靠腰啊！我们这个六九大钩呢，基本上它的用法就是，哦，主线绑在这个，哦，这个地方，然后这里呢，另外一条线扣住这里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别针。假设这个是我们钓鱼的母线，它就是这样子，哦，把它扣过去，它就能够在你的母线上滑动，哦，然后控制你这个搭钩靠近你的钓组。那假设鱼在这边，哦，它就可以靠近，然后把鱼搭上来。可是它设计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如果说这边有铅，或者是有天平，或者是你浮游机下的浮标，它就没办法穿过去。是不是就没办法搭到鱼了？是不是觉得难用？可是后来我发现，其实是我们脑筋太死了。其实呢，只要很简单的一个方式，就可以让它变得可以用，而且很好用。怎么用呢？我示范给你看。你去找一个欧环，这种大一点的欧环，然后上面绑上一条粗的尼龙线，然后另外一端绑上我们的别针。那用的时候一样很简单，
这个是我们钓鱼的线好了，哦，中鱼的线，你就不是叫你这样子扣上去哦，不是不是，是绕过你的中鱼的这条母线，然后在你的欧环这边直接把它扣上去就好了，有没有？它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圆圈，那就可以通过你的天平，通过你的浮标，然后直达你的鱼货，就可以把它勾上来，就是这么简单哦。为什么要用粗的尼龙线呢？或者是碳纤线呢？因为我们钓组上面可能会有鱼鼻钩，会有浮标，会有别针。如果你是用这个编织线的话，它很容易去勾到。那这个光滑的尼龙线，就算你勾到了，你稍微抖一下，它也会开，所以它有很大机会可以下到你的鱼货旁边，把它勾上来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不知道这个之前有没有人想过，我知道之前有人用铁环来做，可铁环变成你方便不方便，而且不好携带。但是这个尼龙线加别针，基本上呢，它是不占空间，反正就这样丢在工具箱里面，然后到时候要用穿过你的母线。好，那你的母线在中间这边，然后扣上去，哦，它就可以直接穿过你的钓组，可以直接带把鱼搭上来，是不是很方便？我之前都没想到，然后被跑了一条石斑。OK， 这边分享给大家。OK， 好，谢谢啦。